大家好，我是白金地产江先生，今天带大家看一套在法拉盛1200尺三房一浴的合作公寓，它的地点是非常好的，进皇后大学闹中取静，最主要它价钱是最划算的，不到30万，我们一起看看吧。皇后区法拉盛进皇后大学，1200尺三房一浴合作公寓，角落单位，光线充足，视野开阔，正对皇后大学操场，可以看到曼哈顿。大客厅、饭厅和大厨房，壁橱很多，实木地板，管理费全包，有洗衣房、储藏室、室外儿童游乐场、休息座椅区、室内和室外停车位，交通便利，距495高速2分钟车程，进学校8分小学走路1分钟，走路只要2分钟就到了全纽约最好高中 Townsend Harris。 周边学校林立，安静，治安非常好，全部屋主自住，不允许出租，管理良好并且安静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或看房，请拨打718300-7337，微信手机同号